你不信，我是巴黎少女的梦。工作是吃饭，能吃还不胖。吃那个，你给我续进去。想给我吃碗饭，美女。哇，这么多肉啊！今天把红烧肉夹在里吃。下面是豆泡、豆皮儿，还有干豆角。哇，你看这豆泡。来，咱们整一个来。这是葱油饼，你听声，还更脆。这个得一锡纸，贼满满登登的。这个是灵魂。哎呀，咱这第一个先这样。老期待了，我都期待了。哇，你看这里，哎呀，你看这边都撑开了，哎，好脆呀，这饼好脆呀！你们知道现在像什么感觉吗？吃甜筒，你吃到最后一口尾巴尖尖的时候，太满满当当了。嗯，瘦点，灵魂之姿啊！哇，嗯，舔桌子，别傻了，哎，好绝了。那个黄肉还不少呢，吃半天了，好多啊！哎呀，饼儿快没了呀！您好，您这儿有米饭吗？要那种大桶的，谢谢。好多人一起吃饭，直接上一桶的那种，搞他一桶。看我把火关了，就说明我要让他降温，我要搞饭了，姐妹们。先把他所需的红烧肉夹出来，我要怼四块。你们要跟我一起吃饭，我就把这个给你们吃，带你们来烧汤啊。哇，谢谢，没有想象多。来，姐妹们直接扣饭吧。这不老小啊，这一碗也没有很大。哎呀，刚好跟这些汤汁儿。我的个天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简直太喜欢这个锅了。我给你们站起来演示一下啊，出去逛街，我看哎那衣服好看，然后哎那裤子不错啊。嗯，我给我吃那个，你给我续进去，然后哎，干豆腐啊，里面干豆腐已经炖得很软烂了，白菜已经很软烂了，一点汤汁都没有了，现在全在这个米饭上，没带自己勺子，可惜呀。真好看，好像炒了一碗蛋炒饭。我要用心干饭了。嗯，豆皮不敢戳，一戳就碎了。还有干豆角、白菜、干豆腐啊！我跟你说，这里面要有点土豆，这时候炖黏糊了哈，哇，嘎一戳碎，哇，你这已经很好吃了，一点汤汁都不带有的。夹饼和配饭哪个好吃？肉好吃。今天这勺子好，它刮起来锅没有声音。
真鲜啊，泡的中间好软好软，但外边还有个脆壳。没有在刮空锅，下面是油。来，今天最后一口。你一口没了呀？还轻轻松松，我就怕它流油。我这可是 SUV 型的嘴，外表看着正常，内容量极大。啥都来了，不经过我没？再吃点儿。